是恁啊？啊，不是阮，阁有啥？方哥，敢讲你无想要看到阮？不是阿童的希望，希望能看到恁，我做想恁。方哥，方哥，我嘛在想你哦。方哥，真正够无意思，你知无？你敢知这五年来，阮这也是爱不死的兄弟啊，常常拢烧酒杯甲你看。阿弟，怕是都唔肯跟我见面。还有这五年来哦，我唔知你到底变作安怎，大家拢外烦恼你，你知无？阿弟，歹势啊！一方面是因为我真啊无遐敏感记忆，一方面是因为我是想要家己一人安静一下，好好思考一下，看家己的未来方向要怎行。所以哦，接落来努力也是家己见面啊。哎，阿弟，多谢你啊！我真诶，迄当阵哦，我常常拢会想起咱夜车 F 四迄条看了诶日子。我毋但做想你，嘛做想好个阿弟，而且有够有啊。方哥，你是毋是阁想起晴雯啊？你呐？是嘞。恁大家要伫伫遮徛，也是要伫你内面讲啊？啊，当然嘛是要是歹来替讲，啊，不过要特别进前哦，阿哥，等我先。哎，阿哥，一下火哦，一下好过，过火一下，啊，把你遐水鬼全部拢较静静的。啊！代表从今以后，好运来，歹运去，小人全部煞煞去，敢若有贵人来相挺，来。希望从此以后一切平安顺遂，不管我做什么代志，拢袂阁拖累着我身躯边的人。先来吃这滴卡米线，甲你添福个添寿，啊，然后迄全部无好的代志哦，拢干掉干掉，跟车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所有过问的仪式拢做完啦，恁会当坐落来好好讲啊。本来伫我无伫这五年，恁两个要到煞月拢已经结婚啦。哎，这五年的时间哦，讲实在啊，讲长嘛无介长啊，讲短嘛无算偌短啊。我失去你这个上爱听话的兄弟，人海茫茫，嘛不知要走去对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过年那这工作囡仔愿意陪伫我身躯边啊。啊、我是怕哦，下面嘛叫走去，所以哦，你才会赶紧用这个手指，甲抱在我身躯边。其实我嘛是因为看到你甲晴雯两个互相相爱，人无法度做伙，我感觉就艰苦的。所以我为着卖互家己有遗憾，我就答应由我来求婚。方哥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到今嘛拢无后悔这个决定嘞。其实哦，我冇啥一片要叫你吃，送叫你啊，还唔肯跟我见面啊？因为下期的批哦，全部搞阮退退回来。唉，我嘛知影，你是想要家一个人静静啊，所以后来哦，我嘛唔敢起来叫叫。一直到卢比来催我，我才知影你要出来啊，所以就专工来这等你哦。今仔看到恁两个过甲真尔幸福，真尔快乐。我真正感觉足欢喜，老天恁感觉足安慰的。对啊，有啊，哪里阿姐，敢没有消息 ？Johnny 哥也一定走啊。电话啥？不啦，不是一直走啊。Johnny 哥哦，有我嘞啊，只不过
叫郭景文抓走伊啊。啊，郭景文哦，伊嘛离家出走啊，而且伊甲因爸断绝关系啊。唔呐安尼哦，伊连阮都无联络，连伊的手机啊嘛坏掉，阮起码都唔知伊伫倒位。景文已经知影，吾爸对我所做一切啊，所以才会甲伊断绝关系，离家出走。我过境兄在我出嫁的时阵，专工来找我，一定是你约请阮，知我若是出嫁会来遐找我，所以才愿在遐等。只要请阮一出现，伊就拍算啊，要甲请阮掠走。你讲啥？过境兄起来等哦？我就知影，你个笨蛇哦，到今麦阁唔肯帮你刷，我看哦，一定阁来找你麻烦的啦。不要烦恼，我爸有交代过，只要我在，我绝对要让郭建兴这老狐狸卡到真丝帮一支头。来，吃点心，饮茶茶，坐下。坐下坐下，别客气啊，我有准备足济，你若是吃不够，我再过去订。内底是做啥物好代志，也是救了啥物老大个啊？哇，哪有人会派这像女婢这辣？我带出门，佫惊一个糟卡的女保镖来给保护啊！哦，你讲啥物人辣？哈，你咧看啥物人？我嘞，我嘞，听啦听啦，无啦，我当然嘛是永远敢来看你一个尔，都听你先给我放开一个啦！啊，你唔只差不多。哇！你创啥啦？吃点心嘛。哦，你别急啊，咱等下要替邦哥接风洗尘啊，时间应该差不多啊，爱出下啦。啊，露比，你关心伊是咧创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看咱邦哥即摆暂时住人家，啊，咱嘛爱对人较有礼貌、较客气的，对无？要来吃饭嘛爱讲少一个。免啦，咱遐朋友也无熟识，伊袂记得。我现在去开车。哦，小孩啊，小太太有嫁了，都参照无嫁同款啊。什么意思？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都，看待你就知啊。行，行。哦。哦。